运动30分钟哈，可是呢，有20分钟也不错啦，好啦，对，看报纸啊，写作写书法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陪伴哈，好来，吃炸鱼好不好？炸鱼好不好？偶尔吃可以吗？好啦，这里这里有清蒸鱼跟炸鱼哈，清蒸鱼是好的，炸鱼我们尽量尽归在，真的逼不得已的，不要啦，好啦。看电视好不好？看电视好不好？谢谢你好，看电视好不好？看节目哦。调查啦，有一些学者啦，看电视对大脑有没有运动？有。没有运动，有运动哎、欸，好好玩哦。那看节目吧。我们大脑运动就是叫主动运动，但是看电视是电视带着我们的大脑在动，所以是被动运动。就像我们运动有主动运动，有没有跟被动？被动就是一些人不能动了，我帮他。好，所以你这样大脑是在主动运动哦，自动在运动。可是看电视有一个效果很差，没有，就是因为电视带着你大脑在运动。